年终尾牙抽奖来啦！什么不止发年终，这个礼物也是要发下去。怎么不像有些那种 YouTuber 送什么 Switch？ 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们今天准备了11样，可是呢，有5样是天堂奖，6样是地狱奖。对，我们价格的差异大概有10几万。这个我们的号码跟这个大小完全没关系哦，没有参考价值。礼物先一个一个抽了啊，进行我们的抽奖啊，来，谁要先抽？那你自愿吗？我们 Lola 先，我们 Lola 先。几号？几号 ？Lucky Seven。这个是行李箱吗？你行李箱还不够多吗？直接拆了啦。拆。这用什么啦？哦，你这样。36。什么啦？还有箱子。什么啦？什么颜色？红。想要吗？想要。30份礼包啊！我才不一个礼包啊！里面有人，他要出来砸鸡蛋。等一下，里面有。我手现在。看手气了啦。J 一号，哎呦！一定是咆哮，你一定会吓死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哇，好酷啊！什么？几人份？韩舍爱美酒店几人份？4人。4人份。4人份，好吗？弟弟4个人。全家福，大家很棒，好吗？谢谢老爸。来，你很怕抽到自己做的，有一个礼物他亲手做的，6号，6号，机票，干嘛要买票了？看一下，什么？抽到，几号？2号，还有2号，中哦，这个中，猜，中汉什么脸？还有，爱海蒂娜，1000，还有一个盒子到底，开始吹风机，你不要破，这里啊，有这个奖品，你短头发吹什么吹啊？里面的盒子对不对？哇！这破万的吗？破万，我记得。妹妹吗？好香好香，天堂外美了。3号，好大的大的大的好东西。3奖哦。这是什么？还有是什么？啊？这么大一盒？空吗？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，妹妹？啊！最大奖！是尾牙！哎，这样麻烦了，我是太了烦了。全球就是限量，只有一件。划来，真是臭手哎！来，可以，戴森，快，都掉了。好酷啊！大的，不要绝望，是被单啊，被单。狂抛棉被。最后5个，来最帅的今天是来抽奖，几号？第一排10号，10号不一定不好哦，好东西。哎，
没意思哦。剪片，大家可以看片，可以看片，在床上的时候你看这些人的表情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觉得现在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什么脸？什么脸？这脸有点好看。挤开，挤开。iPhone 是什么 ？Pro Max。我每日坚果要打开，要打开，要打开，是什么？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刚才没有吧？还有环保。就他有 iPhone Pro， 就你碰到，我会觉得有一点尴尬，就是尴尬吧？你看，没有人，你看他的衣服，情何以堪？爸必然到，真巧了。哎八号，八号，八八八，八八八，感觉很轻。这是数量最多的，还有两样。合理合，我还特别买盒子装它，因为太贵重。这个灯笼，打开打开。哇，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的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哦，有袋子吗？哦，什么袋子？是什么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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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每一个人 ，OK，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。是什么？客。我们可以去保安宫。古迹保安宫。帮你安太岁，请光明灯。哇！安哥，安哥，壮烈牺牲，壮烈。来，最后了，我们老板娘。最好的，拼命派，留到最后。只有这个是国外回来的，舶来品，国外买坏，去日本买的吗？对。我不知道啦。还参加过购买的过程。我们还问二伯说哪一个比较好用。全部壮烈牺牲哎！谢谢。耶！我们抽奖结束了，满意大家的礼物吗？笑笑的非常不成，年费好棒！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还是比较想要吕文华吧？没有，没有很开心啊！有，还有6000多哎，还6000多。